是一个怀疑的态度，而且是不信任，是觉得这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是，可是这个不是他们对中国的唯一的看法。嗯 ，Well， 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看法。当然，现在特别是奥林匹克，去年奥林匹克会以后，美国人都接受了。中国已经起来了。中国是一个是一个军超级大国。美国不能忽略中国的崛起。崛起，美国政府不能忽略中国的经济权、经济的影响力。但是美国人还是怀疑，还是顾虑。中国。共产党政权怎么样会用他们新的权力、新的影响力？是支持北朝鲜、缅甸这一类的国家吗？是发扬发达有法律基础的国际贸易吗？是要保护环境吗？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有一些耽误呢。大伯，我们知道就是在六四发生之前啊，其实中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那么当时就有一种说法叫做华盛顿共识，就是说经济的开放一定会带来政治的开放，或者是经济的开放会带来政治上的更多元化等等。那么六四显然就是说使很多人对这个信念有了怀疑，产生了怀疑。那么你认为20年后的今天，当时的这个所谓华盛顿共识，你认为实现了吗？在中国，其实六四以后，相当多的美国人还是有这个想法，就是那个经济的这个开放会就是改演变为或者会促进政治方面的一些开放。对，我们还不知道，不能做出一个那个最后的一个结论。最起码我觉得现在更多的美国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是挺怀疑这个想法，觉得这个那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开放不一定是意味着中国会变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不见得，不见得。Well， 这个六四以前的那个想法就是改革开放会让中国进行一些民主的改革。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以美国人来看是要破共产党在社会的身份的垄断。你要记住，共产党现在有这个垄断，是宗教，是有教育的，什么社会生活的什么各个方面，各个方面都是有党的垄断。到了六四那一天，人就看出了有很多地方是损失了共产党的垄断，但是六四以后，中国政权这个共产党政权重新巩固了他们的垄断。这就是因为我要指出，中国的中层阶级和中国的共产党员的数字是比较接近，就是说你认为他们有一体化，就是这个中国政府是敢于镇压人民，并不是说他一天到晚是限制人民的这个自由和生活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是光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听你形容中国，这个跟今天的那些中国的感觉起来就是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我2001年到2007年我在中国住了那个6年，我一共在中国11年多了，我每一年都回去很多次。你去那个中国的大城市，你说媒体方面，你说人的穿着，他们就是饮食的选择，他们各个方面，包括那个大学里面的这些言论自由等等，虽然肯定是有限制，是有审查，这些问题都是有，可是还是个比较活跃生气勃勃的人们，总的来讲比那个时候高兴多了，满意多了的一个变化速度非常快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就是说一天到晚的一个中国政府是镇压他的人民，剥夺他们的权利等等等等等等，我也不是说那个中国政府多么多么的好，肯定是有问题，可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那个成就和进步
和这些尤其是大城市的人还有贫富差异这个问题，肯定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这些社会的这些问题，可是在大城市里头，如果你去问这些街头上的一些年轻人，他们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他们总的来讲是比较满意。那我们凭什么说哦你不懂你高兴不高兴，我远在美国我才知道你高兴不高兴，或者如果你高兴的话你不应该高兴，就是说明你的脑子给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凭什么做出这些决定？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政府限制自由、敢于诉诸暴力、镇压人民，这些都是有的。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还有短短 I'm sorry, okay, 没关系，最后因为还有两分钟时间，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从当时六四的时候镇压以后，那么从当时布什总统谴责中共为暴政到今天，我们知道比如说克林顿国务卿和这个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都是曾经对中国人权问题有相当强烈的批评态度，不过他们俩今年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都在这个问题上持非常低调的态度。那么谭胜德先生您怎么看？ Well, 中国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会自傲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以前很强烈的批评中国的政治家，美国政治家现在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承认了中国的全球性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影响力，但是中国人或者中国的领导不要misunderstand, 不要误解、这些人还是现在是对他们的态度是对中国是很好的，他们还是包含一些就是保留他们的观点而已，但是 I think 保留他们的观点，而且怎么讲把他们还是觉得中国是将来的还是未来的世界的最大的对手。其实这个说法我是可以同意的啊，我觉得他们现在不这么提起人权是进行一些比较实际的考虑，可是他们对中国的这些批评态度，他们所担心的这些人权问题还没改，美国人对中国那个人权的记录还是非常的不满意，而且这个会继续的影响美国人包括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我同意。好，听众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个星期的时事大家谈和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推出六四特别专辑，并请到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和封崇德等人来讨论天安门事件对于今天中国的现实意义。欢迎您收听收看，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